欢迎来到名流吉他教学网 2.0， 我是阿老师。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，这次拖了比较久的时间才上传教学影片，因为前阵子我太蠢了，关车门的时候被夹手他人。夹到手了不是啦，是自己夹到自己手指，痛了好几个礼拜，最近才有办法弹这种比较激烈的歌曲。今天要教的这首《七龙珠 GT》主题曲《渐渐被你吸引》，我是用 Open G 调弦法编的，从第六弦开始，依序调成 D G D G B D， 然后是用 G 大调的音阶排列。我们先看副歌第一段，一开始先写一个横线，这是停顿半拍。那后面刷下去跟勾上来啊，上面有打这个空白的圈圈，这是闷音的技巧。我们的左手闷住六条弦，然后右手再往下刷，然后勾起来。好，这种声音就是闷音。好，左手要闷好，如果左手压太紧，就会有杂音出现。好，所以是要轻轻摸住，右手再刷。往下刷，再勾上来。好，再来第一个D和弦啊，第一个D和弦，我们的食指压住三五七，第七格的三四五弦，好，这边三四五弦，好，它第一个要的音是中音收，中音收的主音呢、是在第三弦，啊，第三弦食指这样子一次要压住哦。好，那他叫我们刷下去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加的符号，这是敲击，我们要用右手手腕这一块来敲击面板上半部。那右手往下刷，我们用中指、无名指这样子弹出去的同时，手腕敲击面板，这样子。好，刷下去之后，第二拍。这个叉叉框起来就是打板的符号，那我在影片中是用拍击的方式拍，然后勾起来的时候啊，我也是着重在第三弦收的这个声音，这边勾起来，拍下去，勾起来，然后第三拍加两个加码，就是敲击两下，单纯用右手手腕这边敲两下，然后下一拍又拍下去，然后再勾起来，一样从第三弦这边这样勾起来。好，这个D我们再合一次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小节，零没有音，但是下面有一个加的符号，再单独敲击一次，敲，然后收，一样又从第三弦这边勾起来，或者是这个敲击完之后，从第一弦这边勾起来。因为第一弦的空弦音也是收，所以这个食指的部分呢、它这边记得要稍微抬起来哦，才可以从第一弦这边这样勾起来。好，这个敲击第一弦这边勾起来，然后发，我们先用食指压住第三弦第五格这个发，然后用无名指来压住第四弦第七格。好，这样子压好，我们刷下去。发是在第三弦，所以啊，我会尽量把第一二弦闷住，我的左手会稍微把它握紧一点，或者是食指往下倾斜，就可以闷住一二弦，右手再刷，这样第三弦的发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发，然后收勾起来，可以。一样，第一弦这边勾起来，收这样子，发收，然后咪的时候，食指来第三弦第四格，中指第四弦第五格，一样往下刷，然后咪在第三弦，所以一二弦一样道理，要把它闷住哦。右手再刷，咪收再从第一弦，然后 re， 食指。
指来第三弦第二格，无名指第四弦第四格 ，re， 一样刷下去，一二弦自己闷住 ，re， 然后收 B 弦，好，再来下一个换 G 和弦，那他叫我们他要的主音刷一个 G 往上画，这个是滑奏，从前面随便一格。滑到第三弦三五七第七格这个 so， 好刷下去 so， 好刷下去的同时，左手就滑到这个位置上 so， 好下一个 so， 无名指继续停在这嘛，那它这边有一个叉叉框起来打板，这边我是用大拇指这样挥下去 so 在第三弦嘛。那我大拇指这样打下去，我会集中在五六弦这边打 ，so， 然后哆，低音哆是第五弦空弦音，这样子，然后咪的时候啊，食指来第三弦第四格，咪，这样子，刷去加敲击，咪在第三弦。所以一二弦自己尽量不要弹到或是闷住都可以，咪发中指第三弦第五格，然后收，这个叫我们加打板，收拉第三弦三五七九第九格这样子，好，这个 G 再弹一次哦，好，听起来像这样子。然后收的时候换 D 和弦，收在第三弦，食指一次压住三四五弦的第七格，刷去加敲，收收发收发，直接降两格下去，收发，然后咪的时候，我这边有稍微按换按法咪。中指第五弦第四格，无名指第三弦第四格，刷加敲 ，re， re 再降两格 ，re 这样子 ，re， 下一行 E 咪，中指压住第六弦第二格，无名指第四弦第二格，咪是在第二弦嘛，所以我们右手刷的时候刷到第二弦就好，咪下一个咪。第一两点拉第六弦，哆，哆是在第三弦，刷加敲。那一二弦尽量不要刷到，或是闷住，都可以。让第三弦的哆声音要凸显出来，哆瑞，小指第三弦第二格，瑞咪，叫我们用打板的方式，咪在第二弦，这边闷住第一弦就可以了。发第二弦第一格，发，好，再 E 咪再弹一次，好，再来换 B 咪，咪，我们的食指呢按住第三四五弦第四格哈，咪，刷加敲，咪，然后 Re。中指第五弦第二格，无名指第三弦第二格 ，re 这样子 ，re re do 第六弦第五格，还有第四弦第五格 do， 然后 C， 好 C 的时候又换回去，食指按住三四五弦第四格。西这样子，咪瑞哆西，好，那个咪瑞的话，要用第六弦三五七第七格跟第四弦第七格，瑞哆西，这样也可以，音是一模一样的，或者是。自己看怎样子比较顺，要用怎样子的弹都可以。
再来换 C， 食指移到第五格，这样子，只有蹦嘛，就是着重在上面，蹦，然后拉的时候啊，这个中指来第六弦第二格，无名指第四弦第二格拉，叫我们用加打板嘛，拉第四弦。所以这个大拇指打下去的动作要集中在很小哦，大概集中在第五弦或第六弦这样子而已哈，拉，然后拉第四弦，搭配 E 麦跟第六弦拉，然后 S 滑音，这两只一起滑到第五格，滑到位之后一个加的符号单独敲一下。然后拉拉第二弦第五格加打板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 C E 麦再弹一次。好，再 B 麦。好，这边我换的按法是食指第五弦第四格，中指第三弦第四格。收刷下去，下一拍掐啦。好，哆换 E 麦，哆在第三跟第六，哆，好 ，re 无名指第三弦第二格 ，re mi 第二，好换 F， 好这边这个 F 按法，我是用无名指压第六弦第三格，小指第四弦第三格，中指第三弦第二格，食指第二弦第一格，发是第二弦 ，F 的根第六弦，发，好后面。低音两点降息，就是根音的意思。第六弦无名指按住这个发息，然后咪食指放开。第二弦还有根音第六弦咪，然后低音两点息，然后 re 第三还有根音第六弦一起 re 息，然后哆这个左手的中指放开，都是第三弦空弦音，然后加根音第六弦勾起来之后。哆瑞 H 垂音，中指垂第三弦第二格，哆瑞这样子，好，再 F 再弹一次，好，下一行 ，re 这边搭配 D 的根音，第六弦 ，re 第三弦第二格，还有第六弦一起 ，re， 然后低音两点收就是 D 的根音，第六弦这边一直播这样子。然后哆中指放开，哆第三弦跟第六一起，哆然后手，然后西第四弦第四格加跟第六弦哈，西手这样子，这个、D 再弹一次，好，再换降一啊，降一只要压它跟第六弦的第一格就好，哆第三，然后 TTT 就是叫我们一直。拨大拇指啊，哆发，第发是第二弦第一格，哆发都要加大拇指哦，哆发降咪第三弦第三格，哆发咪 re re 是第三弦第二格，然后后面零没有音，但是有 T 就是有大拇指要拨哈，啊拨了之后咪第三弦第三格。Mi Re Mi， 好，再降一，再弹一次。好，在后面换这个 F 啊 ，F 直接用食指封住第三格六条弦。好，降西是第四弦嘛 ？F 的 T 大拇指是要拨第六弦，西西。后面是中音西降西哈，第一弦，西，好，降拉中指来第二弦的第四格，西西拉，然后收中指放开，然后后面单独一个 T 大拇指第六弦，发，发第三弦的第五格，发，降咪，咪。第三弦食指封住这边，然后 T 第六弦 ，Mi Fa 这样子，这个 F 再弹一次。好，再来后面零行五，这边是用泛音的方式，
我们的小指啊碰在第五格金属正上方，大概一二三四弦这一带就可以，然后右手刷弦，这样子，这个声音就是泛音，这样，有声音之后小指移开，前面先摸小力一点，有声音再马上移开，它就会延续。好，再来后面高音哆，第一弦第五格哆，然后西西西，中指第四弦第四格，无名指第一弦第四格西西，然后降两格啦啦，然后放开手收，然后法发的时候，中指来第五弦第五格，无名指来第三弦第五格。咪再降半音，咪咪，瑞再降全音，瑞瑞，这样子。到这边是副歌的第一段，有很多技巧可以学习。如果有帮助到你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并且分享这部影片。最后再弹一遍，我们就下课喽。Thank you.